好的，那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边的话是由八零啊为大家带来的一期英雄联盟的一个排位视频，哦不，应该是无限火力视频。那同样的，我依然是那个声音频道化不标准、没有群星、音无特色的非专业娱乐型解说八零。那今天啊，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依然还是无限火力模式中的一个这个最强爸爸啊。就之前的话，虽然说那个盖伦是很强，但是。怎么说，就是对于盖伦的话实用性上还有一定的要求，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英雄加里奥啊是没有什么使用限制的啊，只要你会滚键盘，只要你会甩技能就可以啊。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加里奥现在已经是三个人头在手，而且的话就是看一下闪现给他控住二段的一个伤害，直接是秒掉千珏，秒掉千珏之后的话，这个时候交出一技能开始一个加速，哇，疯狂的一波追击，最后一发贴脸 Q 直接秒掉对面的这个马扎哈。那加里奥这个英雄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就刚刚那一波已经是把他所有的特点打出来了，就六级之后的话大招提供个嘲讽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的话嘲讽这边还会受到这个额外的一个，就怎么说，就是每大招的时候，在受到敌人攻击的时候，还会增加10%的额外伤害哦，非常非常高标。而且怎么说，就是加里奥这英雄的话，就他的这个技能属性非常非常适合。除了说大招之外，我们还看到他的被动符文十夫啊。全部的魔法抗性50%转化成法术强度，也就是说他不像其他英雄那样子说一定要出一个全，就怎么说，就是防装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防装。看一下闪现跟进这边顶住二段的一个伤害，一个 Q 减速一下一技能，再打一下这边贴脸，给自己开了一个 W， 可以看到这个给自己套 W 时候啊，对面在不停的猛烈输出加里奥，同时啊加里奥这边也会再回复自己的一个血线。所以说就是种种因素加起来，有 poke 有消耗，然后最最最最无耻还是 W 有回复，还有大招这个嘲讽。那加里奥的话在无限火力模式可以说是如鱼得水啊，
完全是不用考虑技能。那个小看一下这边小丑过来直接开大，这小丑的话瞬间交了一个 Q 技能拉开，但距离这边的话一个人对面对着对面两人完全是不怂。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的话终于是这个打的已经是可以说是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哦，被对面的这个小丑给击杀了，那这也是理所应当。而且小丑这边出装也是很有意思的，第一件装的话没有选择做其他的装备，而是直接选择做了一个法穿棒啊、哦。看来这个小丑也是会玩的、哦、第一件装备什么都没做，直接做了一个法穿棒上线。看一下这一波，这一波的话又是直接开大逃粉出圈绝，圈绝的话二段的一个大招伤害瞬间爆炸，这边的话闪现给个 Q 键直接秒掉圈绝啊、哦，操作非常非常流畅。然后的话就是这个现在这个玩家的奥德兄弟相对而言的话应该来说就是这个 DOPA， 但怎么说就我这个就是这个 ID 的话是别家提供给我说是 DOPA， 但是 DOPA 的话其实是有两个 ID， 一个叫虎牙9008啊啊90888，另外一个是90888 DOPA， 好像是没有看他在直播过这个号啊，这点的话我也是有点比较诧异，所以说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就当他是 DOPA 吧，因为我有去翻过这个兄弟的战绩啊、哦，就他的战绩的话基本上这个卡牌胜率是70%-80%啊，80%几的胜率，然后路过的胜率也是非常非常的高，跟那个虎牙9008虎牙90888都把那个这个号是一样的啊，然后的话常用的英雄也是卡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DOPA 了啊。那这边的话不管怎么说反正就当做他是 DOPA， 当他是 DOPA 吧啊，而且他的名字也会叫90888 DOPA。 像怎么说就韩服那边的话，韩服那边相对而言不像我们国内啊很喜欢起一些这种就是一些高仿的 ID， 韩服那边相对而言是比较少这种情况的。哎呦看一下这边传送过来 EQ 两套连招直接是秒掉对面的这个小丑，小丑这边的话还想偷龙，但是偷着偷着人就没有了，非常非常的伤心。而且加里奥这边的话在一级人等级提高之后他的这个移速加成是非常非常 BT。 然后我们这边再看一下他的一个出装，他一个出装的话第一件装备选择了这个深渊，第二件装备选择了这个振奋，非常非常恶心。尤其是振奋铠甲对于加里奥而言的话他的一个属性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宜，然后还有是一个治疗量的一个提升，这样相对而言就是说这个治疗量提升就可以把无限火箭模式中这个削减的这治疗量给补回来。看一下这一波直接开到圈圈这边啊，一技能打到 Q 技能没有减速到，如果说刚刚这一波的话被加里奥的 Q 技能给减速到啊、哦，那基本上又是要再见了。看一下这一波机器人过来，但是感觉有点没有什么脾气啊，这加里奥的射程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好像加里奥的这个我想一下，大家稍等一下，加劳这边的话他的 Q 技能是这个940码的距离，E技能的话是1000多码的一个距离，所以说就是综合这种原因来说加劳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还有一点就是他的 W 这个技能的话也是比较恶心，不仅说会给加劳提供双抗，同时的话还会这个治疗加料，所以说就是这两点因素加起来加料真的在这个模式中是很难死很难死。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加料一个人就是在下路疯狂的一个推线，对面就拿他已经是根本就是没有什么办法、哦、这种鬼东西的话就是在这边赖住。看一下这边吹起来配合自己的队友过来一个 Q 技能一技能打一下，但是最后的话是露露守掉这个人头，极限这一波还想来加疗，这边已经是到了12级了，兄弟你要想清楚啊。哎呀这一波直接是在塔下完全是不从，但是被极限一个一技能给打断了，好像该那一波好像是被极限的一技能给打断了，是没有炸出大招的一个效果，如果说炸出来的话极限又是撒油拉拉走远了。那无限火力模式的话这个加里奥或者说相对而言的话这些比较偏辅助的英雄强是没得说的，不仅仅是加里奥还有其他一些英雄也是非常非常强，而且是强的没有道理的那种。看一下这一波加里奥的话这边嘲讽一下对面，来呀博伊，这明显的话就是想嘲讽对面说对面来吧宝贝，看一下闪现给大，但是小丑这边是被控住了，直接的话起来之后二段的一个伤害直接秒到小丑。这小丑真的是日日狗了啊、哦！这个疯狂输出加里奥，太伤了，太伤了。回城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经济，身上的话又有4000多块钱。这加里奥现在已经是成了爸爸了。
好，那这边的话，一个这么屌的一个加里奥也是提供给大家。那如果说你在无限火力模式中输的比较多，那可以考虑选择加里奥这英雄来改改运哦。还有的话就是屏幕的右边出现个蜡笔小新的头像哦，这个老观众都收到啊，也都熟悉这个蜡笔小新的头像，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一波蜡笔小新的头像，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订阅到巴宁，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由巴宁为你带来的英雄联盟的一个高分排位视频更新。那今天的话是做了一个加里奥，不过的话无限火力模式好像在今天5月3号估计是要结束了啊，所以说趁着无限火力模式还在的情况下，赶快多玩啊兄弟们，赶快多玩。好，那看一下接下来场上的一个情况，这边的话加里奥一个人啊，可以说就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打的对面一点脾气没有，对面这边的话根本是没有办法过来限制的加里奥，而且的话可以看到就是加里奥他这个出装是比较的恶心啊，出的是这个深渊法窗还有炉灯的回声，这样的话他的一个 poke 能力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体现，再加上他一剑那个假出效果，可以看到场均都是700多移速的一个加里奥一直在跑一直在跑。看一下这边闪现突然给个大招，哇，这一发闪现非常的突然，直接是把对面的这个机器人和千珏给秒，千珏秒掉之后，加里奥这边利用一剑的加速，最后的话一发 Q 键炸死了对面的马扎哈，这才是真的爸爸啊！相比起盖伦啊，加里奥这边还就是说在无限火力模式的加里奥的话，你还会有一定的这个操作的快感。看一下这边的顶塔，这简直没贴你啊！这个顶塔的话不仅不掉血，还在回血。这加里奥的话现在已经是成神了，对面谁都拿他没有办法，尤其是对面如果说有一些 AD 英雄还好，但是如果说是偏 AP 英雄的话，基本上就是看着这加里奥在这边还200多抗性的一个加里奥。不过啊，终于是我们的机器人终结了他，在这边的话是要为机器人点个赞啊，这兄弟真的是太嚣张了，这样子赌泉水。好，那这边的话依然是一波简单的一个广告啊，请大家帮忙点击一下。那这波广告的话是一个天猫的广告，在这个视频的右边，如果是手机客户端观看朋友，在这视频的下方有这个图片广告，那也是请大家帮忙点击跳转一下，谢谢大家啊。这个东西的话对巴宁来说还是蛮重要的，谢谢。好，那现在回到比赛中，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场上的一个情况。加里奥这边的话又是一波传送回去的话，是补了一个最最最恶心的装备水银鞋啊，然后的话再补了一个魔抗斗篷，这样的话补了水银鞋和魔抗斗篷啊，这对面真的是现在已经是看到加里奥就头疼了。300多的一个魔法抗性，我记得200多就减免50%的伤害了，300多应该是减免到60%到70%的伤害，然后再加上加里奥自己的个回血效果，这个 AD 马尔扎哈虽然说攻速非常非常快，但最后的话还是蓝同意思了。看一下这边利用这个塔回血，哎呦我的天啊，这个加里奥真的是太 OP 太 OP 了啊！利用塔来回复自己的一个血线，真的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真的就是可以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加里奥的天赋的话应该是带的是那个，带的是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顽石契约啊，哦，带的是明火之触，不好意思，这个加里奥的话带的是明火之触啊。看一下这一波直接的话配合自己的队友赌潜水的一波击杀，这样子直接打了一波团灭。这个斗帕的话本身实力就不错啊，还要玩一个在版本或者说在这个无限火力模式中最强的一个加里奥，真的是可以说一路碾压过来。好，那这期的话一个加里奥的视频就做到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喜欢。然后的话就是总体而言，这个加里奥的话就是前期先点一级 Q 一级 W， 然后的话主 E 升完之后，因为一级人的他的这个施法范围更广，然后的话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一级人无论说对追杀还是逃命对于来说都是很不错，然后的话后面的话就利用这个 W， 然后 W 之后的话这个如果说没有血线了就来到高地塔给高地塔打一打，然后瞬间的话血线就会回上，非常非常 OP 的一个英雄。
好，那这期的话无限火力模式的视频就做到这边，我是80、我们下一个无限火力再见。因为国内的话好像是马上就要结束无限火力模式了嘛，所以说今天的话也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也是赶紧做一个加聊视频出来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在这个最后的几个小时赶紧狂欢一下哦，这个加聊。好，那这期视频做到这边，我是80，我们下期见，拜拜。